你们约会不许我约会啊？不是说你跟我嫂子和好了吗？嗯，这妹妹大了，留不住了，没人陪我了以后，老爸，老爸，他们俩要去约会。我现在刑满释放了。嗯，刚才来接老爸的，顺便来我二姐家看看，看她现在过得怎么样，吃的怎么样，看她睡眠吃的比较好吗？滴，嘿，哎，我们这边几楼啊？他家，我这家，我们这3天以后就可以外出的，但是不能去人群多的地方。单独的应该没事，我不去他家，我来看看二姐。呵呵，亚特，亚特，你咋不理人呢？别咬我！丢！我的，干啥？棒棒糖都被吃完了。这不是我零钱。我家我带来的那是大公鸡吗？大公鸡烦人，它也不下蛋，光吃粮食。我爸来了，今天咱们刑满，昨天就刑满释放了，刑期已经满了。干啥？可大啊，可大。小棒头都被他吃完了，被鸡吗？啊，昨天还递榴莲，今天就可以进来了。早知道今天来啊！怎么昨天我第一天就来了，好吧？昨天才发嘛。哎，你不是要走的吗？哎，你不是要走吗？真的？怎么又来了？我也吃不了了，暂时。我这个，我严重怀疑他第一天来的时候，就是想来说要走了。找个理由来，不是啊？我前天我弟给我打电话说他有16号结婚，我得过完16号以后。被我随份子了吗？随份子了，请我没有？啊？吃饭啊？请你干什么？你要去随份子吗？我吃饭。你要随份子的话，就请你。你真对我说话。哇，这风吹的好舒服啊！舒服吗？你们俩现在干啥去？进门。出去约会。出去约会。咋的呀？不服气啊？那我也要出去约会了，会不会？你去吧。啊？你们约会不许我约会啊？不是说你跟我嫂子和好了吗？哪里？抓紧忙，以后不要再当电灯泡了。你哪里？哪里听来的？你哪里凉快？你哪里去？不是哪里听来的风啊？啊，那风这么大，你哪里听来的？西北风刮过来的吗？西北风刮过来的。我当时我都不知道咱们要和好了，他竟然知道。哎，我已经听说了。听谁说的？听谁说的？我欠的。哎呀，哎呀，这小花真漂亮，看见没？呀，哎呀。什么？那你们俩还不赶紧走啊？那必须要走呀！啊，终于，其实咱们这还好。现在全面结婚，菲菲，没有什么三加十一。菲菲，咱们回来早了。辉哥说，现在我们江苏全面解封了，我们要吃。不用隔离啊？不用，现在回来都不用隔离了。省内的。省内的，省内，我们江苏省内不用隔离了。省内的不需要。我的妈！外省的肯定不行了。也无所谓了，就3天，感觉一晃过去
现在关键是现在回来的高速就那高速也随便下楼，意思不用村长去接楼。应该不会吧？还要接？外省的必须要接呀、啊。哦，就是省内的，省内三加十一都没有了。那走。啊？那走了。得了，去哪呀、啊？把我带上呗。我去拿快递，我的窗帘到了，拿回来让他装一下。约会就约会嘛，管着吗？就是约会的，把我带上呗。干啥？你在家歇会儿。二位带上呗。带你干啥呀、啊？我多无聊啊！你看你那样。啊？你的表情太逗逼了。今晚可以不用亮了。现在灯泡亮不着了，晚上的吧。啊，这妹妹大了，留不住了，没人陪我了以后，老爸，老爸，他们俩要去约会，他们俩要去约会了。老听到约会也算个事。听到老爸说了没？人家有事。老白、哎，嗯，我们家兔子还有一只呢，怎么还有一只呀、啊？我的小窝了，小的小兔子给公兔吃了。什么东西？这么大了，兔子。有点这个公兔啊。哦，在这里啊。嗯。你说他们跟他说什么？小兔在这里。小兔子被公兔吃了。对。不是他吓了吗？吓有个老公兔吃了。这兔子还吃自己的？虎毒还不食子呢，他怎么还吃自己孩子啊？啊？妹妹，我要吃麻辣兔头，这兔子现在长肥了。直接边上啃好了呀！啊，直接边上啃好了呀！你坐呀，自己长了个兔头一样。走，我们走了，去，赶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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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